你去过法国之后，我都觉得我最近唱的传统歌都变很浪漫。法国很漂亮，他们国家对古迹的保护还蛮重视的，有很多房子，那些房子好像就被冻结住在18世纪的状态，他们一直住在18世纪的房子里面的，但是里面还是有马桶啊，还有冷气、空调，有。也是，可是听说里面改装还要跟国家报告啊，申请。很不一样的国家，我觉得好特别，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这么的积极的保存。然后我去加拿大，刚好他们今年办冬季奥运嘛，然后加拿大今年温哥华办冬季奥运，他们奥运整个国家就是那个奥运的 logo 是用加拿大原住民的传统的图腾去做的，然后连那种那个什么奥运的那个开幕秀啊。就是那种点火仪式，都是用那个印第，就是他们讲原他们的原住民啊，我们就讲印第安人，他们不讲印第安，他讲 first people， 第一人民。哇，我会讲英文，然后还有台湾人，反正殖民，双方台湾，会讲法文的，只需苏维，只是台湾，只是阿波希德呢，台湾人。当兄弟，安吉。像哦，我爱讲，我倒希望是闽北。不过啊，台湾跟居民哦，阿没做过，有辛苦啊。有没有厉害？哇！国际的人证明哦。但是看到就是那样的奥运，然后用原住民的题材。我就很好奇，你对面。